比如说临时像我们那个飞机可能飞机要下来，这一台没有来得及要后退，没有停机位，我们要从这边就是调度，像我们刚刚那个调度那个要转哪一个停机位，那就再跟可能塔台啊，跟一些地勤代理，跟航空公司他们一些单位去联系，让他们知道哦，那个位停机位要改了，要改到哪一边这样。 你一定要在一个你自己有兴趣的工作上面，你才会快乐，才会你做的事情才会能够专心，你很认真去对待你的工作。